哟，和好啦，我给你爸道歉了，你爸也接受了。我今天就到这儿来，就是诚心实意的特意给你道个歉，说母女俩没有隔夜仇。我也深刻的检讨了一下我自己，我妈以后不那样做事儿，不愿意干的事儿我也不那么逼着你去干。跟妈回家吧，啊。你不用跟我道歉，我也有错啊。其实我出来不就是想独立吗？行，不说那么多了。那个我们也……对对对，你们上楼上去吧。也不去了，不去了。上面的咱说正事，说正事。正事，对你这看看离心去。哎，你不说你不逼我吗？怎么又来了？还架着我爸一块来逼我，这不是难为我吗？这不怨你妈的，是我要来的。啊？这个离心呢，也受到教训了。你妈把你的担心也都告诉我了。离心要跟你提那什么复婚的事儿，你不答应他，这能有什么办法？我还是不想去。不想去我就不想去。小凡呐，小凡爸，小凡妈，我是不好意思啊。小凡呐。离心确实有错，但是看在我的面子上，去医院看看他吧。我就只是去看看他，他如果有别的要求啊，有我在呢。我看他在医院里啊，真的很难受。好吧，我去。医生都跟我说了，你都三天没吃饭了。你不吃饭，你身体会搞坏的。吃点吧。不吃。哎，你知道妈今天给你做什么好吃的吗？饺子。而且啊，是你最爱吃的韭菜馅的。啊。不吃。不吃不行，不吃身体哪能坚持得住呀？乖一点，来，妈喂你好吧。妈，我说了我不吃，你别喂我。吃一个最乖了。别喂我了，我。我说了我不吃。你不吃，你不吃，你要饿死，你还要怎么办？你知道你现在是病人吗？我说了，小凡不来，我就不吃，我就不吃，就不吃。他不来你就饿死，是不是？对。那你管不管我呀？小凡，小凡，阿姨。见我，那你能不能懂点人事啊？你要见我，你闹这么大的动静干嘛？你先是做你爸妈，然后就是闹你朋友，现在连我父母都知道了。你要真想见我的话，你就打个电话给我。你去折腾别人有意思吗？我打你电话，我怕你不接吗？那你只拿出点诚意给我看看。你让文浩来找我是什么意思啊？你让你父母去找我父母又是什么意思啊？怎么连道歉都要耍花活？你这人也太不真诚了。我有诚意，我真的有诚意。我现在我就真心实意的，我跟你道个歉，我真错了，老婆，我们复婚吧，好吗？我迟迟不肯来见你，就是怕你跟我提这个事儿。没事了，没事了，都过去了，我们重新开始，好不好？啊，李信。为什么别人经历的事情都会成长，而你呢？怎么还和从前一样啊？你不反思啊？我反思啊！我反思的结果就是，全世界只有你对我好，就你了。我今天来看你呢，都是因为你父母，因为他们真的太可怜了，我不想让他们这么痛苦下去。但是关于复婚。是绝对不可能的。我希望通过这些事情以后，你可以成熟起来，因为我已经成熟了。
至少我会对我以后的生活负责。你想过你的以后吗？只要你给我机会，什么都行，好不好？李欣，不要再伤害那些爱你的人了。不是，怎么办？这些天我有好多话我要跟你说，我真的错了，你听我说好不好？这些话留着跟你爸你妈去说。小凡你回来，小凡，